煎熬，我不煎熬，彩云易散，琉璃碎。我们的人生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出现，让我们后悔不已，恨不得时光倒流。赵丽，昵称影宝，小毒赵小道，是当下红的发紫的小花旦，收视女王，微博有着6000多万的粉丝，可以说现在的她集千万宠爱于一身，幸福着的。其实赵丽颖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姑娘很不容易，她出道于雅虎搜星比赛，因优异的表现获得了冯小刚组冠军，从此正式进入了娱乐圈。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她参加雅虎搜星时候的照的，可以看到那时的赵丽颖特别清纯秀气，这时候她19岁。幸运的是这一年她还在金婚中扮演了三女儿佟朵朵，因为金婚的大火，不少人都记住了这个青春可爱的小姑娘。赵丽颖24岁时出演的《新还珠格格》中的晴儿，正是这个角色让大家喜欢上了她。她扮演的晴儿知书达理，深明大义，尤其是那种看破不说破的聪慧，赢得了不少粉丝。同年她还扮演了《大内低手》中的单纯可爱的陈心儿，其中她和李传伟的情感戏含蓄又有趣味。真正让赵丽颖红遍全国，那莫过于《杉杉来了》中的杉杉一角了。剧中杉杉与封腾之间的感情戏非常甜蜜，一句这个池塘被你承包了，更是火遍了互联网。这一年她27岁，那时候可真被她那可爱的模样给迷到了。还记得那年夏天有多少人是为了看赵丽颖追着部剧的《花千骨》中的花千骨一角，让赵丽颖彻底的大红大紫。那个秋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拿着手机捧 iPad 等着凌晨看小赌花千骨临死前的诅咒。白子画，我以神的名义诅咒你今生今世永生永世，不老不死，不伤不灭。这份至死不渝的情愫彻底击溃了我们的最后一道防卫线。看了赵丽颖19岁24岁27岁29岁的照片，你被几岁的她惊艳到了。如果你关注了，你会发现原来更多故事在那里哦。